生都受不了你了，你怎么那么多屁？你说，又怎么啦？你们两个，刘婶，你介绍这种到底是什么品种啊？我真的扛不住了，累了。喂，哎呀！你干什么？真是老鼠啊，这么冷。不，这点做点算什么？昨天晚上放通宵，今天早上我被子我都拿去丢了。没有这么夸张吧？被子都丢去。他昨天晚上炸了一晚上啊，嘴都苦完。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呐。你看。这种声音估计有渣，废了。哎呀，快点我去换裤子，弄烂完。来搬。这种情况我是最醉的了，这种情况我就是去他们卖的。